只要看拍拼，好运一定来。敬请期待民视新八点档大戏《好运来》。我到底是可爱的天使，还是俏皮的小魔女？哎，你懂的嘛是可恶的魔女。我欺负你，在座的拢是恁阿妈的厝边，你哪会瘾做贱？到底谁在欺负谁啊？面面就是你这不好路哦，你靠到恁阿妈啦。你不管你有，遐声遐大哩，以爱出发，爱的荣耀，即马是你荣耀的时刻。好，我替阿妈洗卡，你有加分啊？安怎？唔甘愿哦，啊，心内有鬼哦。这讲来就袂头疼啊！简单讲，今仔日是阮姐姐甲姐夫的谈心日，贤才恩人，情靠近，不是讲讲公平竞争，而是需要我这些情场高手来到茶缸，替你扭转情势，让你失意变得意。你们可以争夺雪山，来赚回来。看到你遐尼要紧留记伊啊，是安怎？你对伊遮尔关心吗？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善良够有爱心的 sweet girl。你不是跟我讲你要娶转生，啊哪会来个饭店？你又过来个啥？我真正不知你这间公司哪会请你这种人啊！杨优嘞！我求你，你救小哥哥好不好？我跟你，我跟你。哎，小丽，你先坐下。谁让我一定要救你的囡仔？可能是要爱妻爱厝啊，是？啊！是爱车，我拢会当护你。看你要啥，我拢护你呀，安尼好无？我不要你娶我。风中轻轻飞，心内一句话，不忘你听惜如人花。醉人的情意，等待的美丽。情意，等待的美丽。